didn't need to be. 这次就是一个窗口期比赛吧，两周不到的时间，然后准备两场比赛。小朋友加油！看这个名单也是有很多新加入的球员，整个的这种球队又比之前更年轻了一块。Their future, China basketball, my job and our job is to make them understand that and prepare them for the future.像老乔老说一句话，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可以走得很慢。In our minds, first night game is the most important game. No one has a right to underestimate any of the opponents. 中国队加油！加油！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加油！前面是全队最年轻、最小的球员呢。我们现在给到了一些画面啊，就是。中国男篮这边已经开始入场了，杨汉森，然后赵继伟是最早进入到场馆的球员，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在蒙古队这边，刚才吴天指导提到的他们的这个阵容上，纠集了一些本土的老将，在刚刚过去的亚运会当中，他们也跟中国男篮有一场交锋，那场比赛里面，有六名球员，今天这场比赛还会出战，但是有一个情况呀，各位。进行一个更新，就是他们队中可能是潜在能力最强的，叫图勒嘎，啊，图勒嘎这个九号，来自日本青山学院的这个得分王，这是没有随队出战这场比赛，在两队上次碰面的时候是拿到了当时对中国队蒙古队当中的最高得分啊。好，我们已经将画面给到了。在陕西西安的陕西省体育馆啊，这场比赛我们来先看一看首发名单会排出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然后呢，同步在早些时候已经在打的比赛，就是我们同组的日本队和关岛队的比赛。半场，日本队是35-36落后关岛队，也把这个比赛的信息跟各位进行一个更新。咱们刚才也看到了在，阵容上，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一下今年我们派出的12位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人选啊，在这场比赛当中，富豪和廖三宁是14人当中，相当于这场比赛不会打的2位啊，剩下来的12个人的名单
是后卫线上的队长赵继伟、胡明轩、徐杰、陈振鹏，然后再加上在前锋位置上的杜仁旺、阿卜杜沙拉木、朱俊龙、崔永熙、王瑞泽，然后在中锋位置上是胡金秋、杨汉森和于家豪。这是我们派出的面对蒙古队这场比赛的十二人名单。那关于富豪和廖三宁，将会有机会啊，因为你可以调人，在打日本那场比赛有机会去登场。显然呢，这一套新的国家队阵容呢，那么几个看点，第一个呢就是备受瞩目的年轻的杨汉森的国家队首秀，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非常励志的王瑞泽，对，首次进入到了中国男篮的名单当中啊，他也是通过 CBA 的选秀从大学生球员变成了职业球员。那么虽然咱们 CBA 没有这个首轮秀和二轮秀的这么概念，但是他确实是当年的2019年青岛用第二个选秀的顺位，也就是在第二轮的顺位选秀签位呢，把王瑞泽选中了。对，那么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了阿卜杜沙拉木时隔多年之后重新回到国家队的名单当中为国效力。那么其实呢，我们在之前的包括萨沙乔尔杰维奇的采访啊，包括在这个国家队出发之前，郭书记给大家做的专项的教育动员会上面都听到了，就是，球队呢现在既要赢得比赛，那么也要着眼未来啊，那么放眼的可能是更长远的，之后的这些比赛，那么有很多的年轻队员、年轻的血液注入到球队当中，那么这个是一个国家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包括向前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对，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队今天的首发名单，在后卫线上赵继伟、胡明轩，然后在锋线位置上是崔永熙、杜仁旺，以及站在中锋位置上的胡金秋，这是我们今天的首发名单。而在蒙古队那边，他们派出的是在后场四号的乌干巴亚尔、11号的额尔德尼、3号的阿马尔，然后还有这个是这个8号的奥克巴特，然后在内线位置上，他们今天还是派出了比尔古恩和恩赫巴塔这套阵容。那么刚才吴家照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这次的目标啊，其实还是不止一个，不单单是我们要取得成绩，我们还是要为更长远的未来要进行考虑。就是我们的阵容这一次平均年龄啊，为各位介绍一下，只有24岁。是，现在就是在着眼着28年的洛杉矶的奥运会了。对，像这个非常年轻的，之前已经在国家队的崔永熙啊，像杨汉森啊，像于家豪这些年轻的球员呢，可能都是为更长远的比赛去准备，让他们更早的去参与到国际的比赛当中啊，有更多的国际比赛的经验。这个对于一个年轻球员的成长是很重要的。没错，10号，这是蒙古队的核心球员，刚才也介绍了比尔古恩·巴特沃辛。对，他呢是参加了之前的全部7场，就是当他们要获得这个亚洲杯预选赛资格的比赛，资格赛，89年的老球员，没错，场均13.5分，有一定身高，这应该是蒙古队的一个核心球员了，没错。好的，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拿到第一波球权的是在主场作战的中国男篮，他们身穿的是白色的球衣，看看第一攻，孟轩。就尝试一记3分球啊，大邱啊，前场篮板，这是大邱一直以来的特点。孟轩啊，是最近的这个全明星跳王，对，交进去，给进去啊，内线有夹击，但是没关系，你即使有夹击，大邱的身高在里面照样强吃，是一打三。大邱的这个身高在内线，你面对的不管是谁啊，蒙古队最高的内线球员也就是2米02、2米04这个高度。胡金秋，他是2米11，臂展2米15，这是一柱擎天的内线优势。对，因为咱们看呢，就是前两天呢，国家队在这个青岛集训的时候，跟青岛队打了一场教学比赛。对，用的呢就是这套的首发阵容没变，所以呢，就是在之前的训练呢，已经对于第一场比赛蒙古队做了充分的准备。是，而且呢，在去年亚运会的时候，这套首发阵容
第一场小组赛对的就是蒙古，是的。那么只有后卫线上赵睿，因为赵睿因伤没来，换成赵继伟，其他人没变，所以呢，对于蒙古队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没错，包括本场比赛执行第一次投射的崔永熙，在那一场面对蒙古队的比赛当中表现极其的高效出色。上来呢，就是从全场给这个防守压力。去年亚运会的这个小组赛呢，第二节，就是开始。中国队上强度，一下就对蒙古队把这比分给拉开了。对，好球！咱们看这防守呢，就是国家队呢，现在一到五号位预掩护全换，刚才大邱也换出来。而且呢，大邱有这个脚底下移动速度。对，还是给内线林秋，面对两个人夹击，有夹击。这就三个人了。对。就是得注意，因为蒙古队加得很凶。你别看这个蒙古男篮他身高不够，但是呢，咱们知道蒙古族这个就是身体都不错。对啊，刚才一上身体呢，你得注意这保护球。没错。篮板球啊，这是被对面抓到了一个前场篮板之后补进篮筐。对，投一个长两分，能够投中篮板球。对，注意退守，这蒙古队呢，他个不高呢，打的是比较快的。对，他们的四号乌干巴亚，98年的球员，身高1米8，速度还是很快，而且刚才也能够完成去冲抢篮板啊。他们个矮，但是每个人都愿意去冲。对，这人得注意，这是他们这个核心，这个进攻核心。这个给了一个基地啊，从两个人缝当中。对，他这十号呢，就是打球有一定经验，因为老队员了。89年的。哎，这上手犯规了。对，这球是19号的巴特马亚。蒙古队呢，就是你还是得保持对于蒙古队内线的冲击，发挥咱们那个身高上的优势。对。纪伟投射三分球怎么样？可惜了，这球呢是防守没跟上来，是个机会，该投就应该要投的。对，外线两次三分机会呢，因为呢这个 CBA 联赛结束一段时间，而且呢经历了中间的这个春节，对，咱们这状态呢还得从一上来呢赶紧调上来。因为咱看这蒙古队啊，他这光脚不怕穿鞋，是啊，他这个拼啊，包括抢啊，这个脚底下这个积极主动性啊，他是因为又客场，你中国队水平呢比他高一大块，他是比较放得开。没错，蒙古男篮的飞吧排名是第100名，然后在亚洲的排名是20名开外，这球传的太以后啊。回过来，蒙古男篮这边的球队核心啊，这球还不下来。吉尔古恩扣一个空篮给扣废了啊！但是同时你得说啊，刚才这个传球啊，还是不够小心啊。咱们一直在说呢，就是他这十号呢，有一定经验，有一定年龄，所以呢，就是他给他防的人传球啊，包括这个他在处理球的时候，咱们得注意。是的，林兄还是先给他来处理，看看夹击的时机。有夹击，外线得找到位置。这个长沙一个没有。这个男篮个矮，但是脚底下是确实挺快的啊。对，而且你看他这队呢打得挺硬，他这队呢就别看个矮，但是这个身体确实不错。停球了。一五换位，就是防的都没有失位。对，这球防的可以。王子可以，对，看篮板球。哎呀，这球，一对一情况之下，红秋啊还是光顾着卡人，但是呢，你这个注意力稍微有点人从你身旁啊，对，抹过去了。对，还是这巴特沃辛。对，因为去年呢，就是打亚运会的时候，这巴特沃辛呢是没来。行吧，还是有一点滞涩呀，外线，看什么时候能来第一个运动战的进球啊。外线的这几个机会呢，都是没把握住。就打了差不多半截的时间啊，中国男篮还是有点紧张，在家乡布朗面前，还没有打开自己的进攻段。这球是换了，然后呢，得叫个暂停，对，说一说。是，
现在呢就是你就正常防，但是进攻现在不得分啊。确实呢，还是那句话，你面对到孙兴慜虽然之前打过，但是你的熟悉程度也就是仅仅一场的交锋而已啊。包括这一次人家还换了六个人过来啊，你得还是打出精气神。人家开场之后啊，孙兴慜明显在精神状态上、准备上，感觉非常的充分啊。咱们刚才说了，就是他刚要跨山鞋，一起往下连，就是你现在中国队呢，这个主场作战呢，有的时候是双刃剑，你有很多球迷在给你加油呢，但也有的时候是容易背上包袱的。对，那么现在赶紧把这个心塌下来，这个看看怎么样去解决这个进攻的问题，而且这种像这种篮板球啊，这个是不应该的。还有就是呢，我看球迷朋友们啊，觉得中国队开场打得不够出色之后呢，给出了一些评论。但是我想告诉各位的是，这比赛才刚刚开始啊，咱们不着急。再一个呢，就是中国男篮和蒙古队比起来，最大的优势来上杨汉森了。对，上杨汉森，上杨汉森阵容厚啊。对，同时上陈帅鹏，陈帅鹏是能够在外线提供这防守强度的。对，别忘啊，还是被乔帅放在首发当中，信任一个高炮台，但开场之后没有获得投射机会。嗯。交球，内线杨汉森没着急要位，看这外线杜文旺这三分怎么样？好球，第一个，把他放在首发就是要他的这手篮子呀。对，中国男篮的第一个外线的运动战得分。对，好球，纪伟从半场开始逼这，这球是逼了一两次运球。对，好球啊，纪伟作为队长，这个在这个球队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要站出来。没错。纪伟已经算是这支球队经验最足的球员了啊，虽然他的年纪可能还不是最大的，但是是最大的之一。95年，这支球队，人员构成年龄非常的年轻。漂亮的传球，好球，篮下。这边陈帅鹏的得分。对，因为现在呢，就是你在内线一打的时候呢，他内线都夹得很坚决。嗯，但是其实咱们外线呢，有些空切进去的也有身高的高这个优势。没错。对，篮板球，篮板球，对面冲拼得很凶啊。对，篮板球你还是先顶人，你别看他个不高，你不把他当回事儿，因为呢他这个手啊脚底下都快。嗯，那么你还是得先注意，先挡他一下，你再抢篮板。对，再就是脚底下也得尽可能跟上蒙古队的这个跑动速度啊。篮下给进去，看看杨森，这球想给纪伟啊。杨汉森第一次国家队比赛还有点紧，这时候给你拉开了，你在内线凿一个。对，这是第一次杨汉森出现在成人组国家队男篮的阵容当中啊。对，这可以理解，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嘛。对，换防了，抢夹击。对，杨汉森能跟着他这个。你别说，今天杜润旺这攻防两端表现出色呀。是。看这个球给的那个。这个都不在就是平时联赛打球的节奏。嗯，比如说咱联赛的时候崔永熙打得很好，但是一到国家队呢，就是这个心里面确实背负了一些压力。对，包括角色也有所不同啊。这边差点断下来，纪伟在防，这球吹了打手的犯规，陈帅鹏这边的。这个慢动作看啊，看着好像是贴在球上啊。对，裁判吹了。蒙古队也做出人员上的一些调整啊，把六号的沃尔奇拿到场上来。沃尔奇是00年的球员，今年也就是23周岁的年纪啊。这球掉到篮下，有扑出来，再投进入篮板球呢？篮板球，
拿住，郭艾鹏站起来，正好球到面前，看反击。杨海森踢球看看，高级，还是到内线去要位置，进去要一个。漂亮，好球！哎，这个明显啊，杨森一拿球之后，大家的切篮下的意愿非常好啊。对，杨森就是特别清楚，因为他知道呢，这个他一在低位拿球，肯定有人夹击。对，啊，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喜欢杨森呢，就是打球头脑非常的清楚。嗯，这球来自朱俊龙沿底线的切入，杨森的助攻帮中国队把场上的比分给追平了。杨森呢，就以身高上面对这场比赛的所有防守者。都是一个绝对的碾压优势啊，他可以攻可以传都受不到太多的防守压力啊。对，因为他拿球呢他不着急，我不着急说我往里打，我越往里打呢这个夹击把我这球一捂呢我不一定拿得起来。对啊，这是杨汉森的篮球智商，他拿球了以后一转身他先看，一有夹击呢队友底线一移动这机会出来了。没错，其实就是这种就是高塔呀、啊，就是比较容易破对方这个夹击，而且他这夹击其实质量不是那么高。咱说有时候夹这个中锋呢，他放球再夹，或者是他不放球不夹，但是呢，他是只要一拿球就来夹，这种呢是比较好破的。没错，就是你很好判断他的夹击时机啊。纪伟呢今天手感还没有找到，目前为止的投射还没有能够命中，但是呢纪伟防守端先是卖力气啊，先从防守端开始做起。对，现在还是全场开始找。对，先消耗着啊，下手这一次被吹了犯规了，就是换上阿卜杜沙拉木。阿卜杜沙拉木呢从2019年之后呢也是淡出了国家队。对，现在重新披上国家队的战袍。嗯，纪伟被替下，换上徐杰了。杰，阿卜杜沙拉木就是因为之前1920赛季的这个左膝韧带的这个受伤啊，是歇了很长时间。嗯，分出来，这球掉球了，快上球前面，阿卜杜扣一个好球啊！国家队的重返国家队之战，第一次得分就是扣篮。对。阿卜杜在场上的这个身高面对木队内线也有优势啊，而且呢阿卜杜他就是三四都能打，你这个就是可三可四他都能防。对，而且呢就是你如果三号位防他呢他还能打这个错位的优势。没错，这球又防到最后时刻了，这球你这种球不管进不进啊，他们队的防守都到位了。对，又是反击，阿卜杜这不着急。嗯，内线那边要位了，拉开点距离。对，发现得有人接应一下，这球可以给啊，漂亮，好球。这一球你看这节奏，这就是高度优势啊。而且这就是杨汉森，你别看18岁，他上来以后一点不慌张。嗯，这是闲庭信步之间啊，得分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又是防守端。哎，这球这裁判没吹啊，哎，这回脚便宜又一个，阿卜杜再扣一个，再扣一个，两连扣。阿卜杜上来俩扣篮。中国队啊，这个防守端还是那句话，你第一阵容哪怕有一些这个打得不好的情况出现，咱们的阵容深度、啊哎、放在这儿，进攻犯规了，进攻犯规了。对，这现在给对方给逼急了。对，就是咱5分钟教练暂停开始换人以后，这个防守强度现在呢就是完全优势在咱们这边了。没错，就是8-1之后咱们回了一个13-0。嗯，这个就是让蒙古队已经是没有办法甚至过半场了现在。对，因为咱们呢就是之前呢确实这个再看这球又出一个、啊、这球就是来自陈冠鹏的冲击力啊。第一节比赛中国男篮这个回应啊非常的汹涌啊，15-0的攻势。对，你看每一个人呢这都趴在地上防守。嗯哼，都是在拼那防守。对，这球是要到了一个犯规，来自1号的铁木真。铁木真呢也是今年马上要32岁的球员了。蒙古队的绝大多数球员都是还是在自己国内的联赛效力。
对，他都是本土的，因为他们这个在这个国际上，还是水平也不高，也不具备这个在海外效力的这个条件。嗯，一个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九号，之前他们在亚运会当中，来到我们这边杭州去打比赛的图勒嘎，对，那是得分王，对，得分王这次没来。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14号的奥吉洛，奥吉洛来自日本的京都产业大学。哦，这边蒙古队也受益全场。你看杨汉森呢，还能帮着这个后卫去过渡过前场，嗯，破这个好球。哇，这视野，外线三分命中。杨汉森打的这球真棒。嗯，朱俊龙第二次收到杨汉森的传球，把他变成了主攻。对，他这个就是他能还能帮着后卫过渡破全紧逼。对，完了以后过来以后呢，他做这个支配球。刚才朱俊龙这是一个踩线的长两分啊。看防守端咱们怎么再去给足够的防守压力。好球，这球切掉。哎，远端的裁判员，远端裁判这补一个哨，这个最近的裁判员比的手势可以啊，这个好防守，结果远端裁判，对，但咱可以理解，就是近端这个裁判他可能是闭角，闭角他看不到呢，这个远端这裁判呢给补了个台。今天的三位裁判员分别来自泰国，然后韩国和马来西亚。对，他这个就是你看那个乔帅呢，他也说，就是说这近的和这个底线的一个前导一个中央裁判没吹，你这个远端的这个追踪裁判吹，这个什么意思？他说这个，他说这个意思，咱猜测啊，就是说那边闭角看不见。嗯。就是这个田真上罚球线啊，第一节剩最后一攻的时间，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时间压住，然后去打这个21.9秒。对，这最后一攻不着急，过去以后，过半场有夹击，咱们这也有所准备。对，不着急，压到10秒以后再攻。进来，这球是没给犯规，杨汉森抢回来了，又传一个，再来一个，扣一个，好球，隔扣两人，杨汉森，这就是中国男篮未来的内线绝对核心。杨汉森今天是中国男篮成年组的国家队首秀，表现在第一节替补上来之后非常的抢眼。小张传能攻啊，中线确实好。谁跟他搭配现在最出色的朱俊龙，切入的时机，外线的投射，包括阿布杜跟他在场上的这个联系啊，也能够说有4-5号位之间在场上的这种，我们说久违了4-5号位之间能够打出我们的内线优势。所以看接下来第二节啊，阵容上能不能再多来点新花样。对，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咱别着急，咱别拿这个比赛的就是前5分钟看啊，因为呢国家队的球员他只要披上国家队战袍呢，他比谁都想打好。对，但是呢咱们刚才说了，有的时候在这个自己主场呢是双刃剑，这么多球迷，这么多关注度，这个很多的压力都背负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今天调整的还是挺快的。是，一上来呢对方防得比较凶，上身体，而且内线夹击，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阵容上的调整啊，包括这个防守强度的提升，其实半截呢这过不了杨汉森，就是这个半截很快就调整过来了。没错，杨汉森是我们内线绝对的封盖王啊，这联盟的封盖第一位，对，是在这个 CBA 联赛场均封盖联赛第一。杨汉森强打一个没有，得赶紧退。底线的溜底线，朱雪龙是一点空间不给啊，对，就换，直接就换了。田真这球迎着杨汉森的长臂想投进，太难了，对，他们就打出来。这要直接冲吗？这要不先停一下。篮下阿布杜，阿布杜也能凿一凿。阿布杜这位置不加击啊，这位置不加。艾鹏，好球，漂亮！程帅鹏他有这下，对，就是他的突击很强，而且突进去以后呢，我不盲目上篮，我再多传一次。没错。其实呢，你看呢，就是乔帅他来这2年呢，就是他不断的也灌输，就是
你尽可能的少运球，没错，你突完了以后呢，你可以再多一次传球，就是把这种传球啊，大家联系在一块的这个理念呢，不断的灌输给队员。没错，王霄鹏这个赛季场均的得分是生涯高点之外，他的场均助攻数也是生涯的最高值啊。对，刚才那个蒙古队这边也换人，他这个巴特欧尔10号又回来了。对，就是他上来呢，咱们得稍微注意。嗯，就是这个队里面有一定经验，包括这个之前他得那8分啊，大多数都跟他有点联系。没错，徐杰，阿森，中距离来一个。篮板，这是咱们优势。朱俊龙，徐杰，徐杰不着急，底线这儿再转移，再传，阿姆鲁，阿姆鲁今天啊非常兴奋啊，在场上呢处理球很果断，而且是效果很好啊。对，因为阿布都呢他是有这个大赛经验的。对，像这个2018年打亚运会的时候，最后决赛他全队得分王啊，嗯，那一场比赛得20分啊，所以就是球队最后决赛能够逆转，最后取胜，他是首功之神。没错，所以就是这种球员呢，他来到队中呢，他能给球队提供一定的稳定性啊，是，包括这种大赛的经验。而且阿布杜就年龄来看，也不能算是老将，28岁也是篮球运动员的生涯巅峰期啊。哎，这球呢传的有点大意了。嗯，这球就是下边防守人实在是干扰不到啊，恩森这球传的有点随意。对，他想调这个杨汉森上来打这个挡拆呢，但杨汉森能跟得住。嗯，哇，内线回缩的我们非常的快啊，防守的持续性。朱俊龙看一看反击，降速上了一跳。对，你这慢三步把球举起来，他确实够不着。对，朱俊龙啊，把这个比赛状态调一调，看接下来有没有机会呢，在面对日本队的时候去缠一缠他们的后卫线锋线上的球员。又是这个10号啊，打杨汉森有一个错位情况之下，连续的体前变向，迪尔古恩要到了杨汉森的犯规。对，可以，这个因为换到了4号位去对上杨汉森，杨汉森呢下手犯着一个规也比较直。对，就对面说是4号位，身高1米98，就是我们可能理解的2、3号位的身高，他要打4号位。换下杨汉森，杨汉森的国家队初次亮相，可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的出色的。对。毕竟年轻嘛，要跟各位说杨汉森的年纪啊，05年，这是场上最年轻的球员。篮板球，这球是点过去的一个篮板。啊，篮板球现在就是每个人都得抢，因为杨汉森下去以后呢，刚才大球又换到外线了。对，再一个蒙古队人家是每个人都抢啊，咱们还是这个，就是巴特沃辛。对。他们这队就他这点呢有点战斗力。嗯，徐杰就挂一下，直接吊篮下，这小球头压哨投进，压哨投进。对，大球呢一拿球，对方3、4个人往回收，这球传出来外线，这个机会很空，进攻犯规。是，你看陈海鹏上来缠他这后卫，嗯，这后卫很难受。没错，今天啊不得不说朱俊龙这个表现能够是让他在接下来更多重要的场次能够把他放在场上啊。陈海鹏刚才投进3分的是朱俊龙啊，13分的优势。看看中国队落阵地战，阿布杜交给徐杰，给的不错，篮下，高度上实在是优势非常的明显啊！即便防守上来，依旧能够将球打进。因为你这种打完挡拆以后下顺呢，对方不好加啊，到了篮下你没有夹击举起球来，对方这个最高就204，嗯，你确实够不到。球大球跟的可以，哦，这球感觉是大球也没太主动发力，对面没吃住这个对抗，但是还对方呢就是打不开了以后呢，就把球给了10号，嗯，就让这10号拉开1打1。对，确实呢，比尔古恩在1打1的时候，目前来看成功率还可以啊，不管是能自己得分还是要到犯规。
这个球是跳起，最后被迫的传球，这是什么投篮动作？对，报时了。嗯，没办法的出手啊。对，咱们这个就是防守强度从第二节中段一直保持到现在啊，就是第一节中段一直保持到第二节中段的，一直保持的可以。观察一下对方这个，上来逼一下就回去了。对。差不多接球之后啊，对手的这个贸然上抢，哇，把球这个一下身边啊出现了三个蒙古队的防守球员啊。那大球呢，就是这个球拿的还是比较紧的，你看身边这几个人呢，最后只能是犯规。对，大球呢，特别是打完了这个三十篮球回来以后，对抗明显提升一块。没错。大邱今年这个在联赛当中的场均得分21.4，也是国内球员的头名。今年我们这套阵容当中，在 CBA 的全明星十人当中，我们带了其中的首发当中的六位，国内球就是其中的一位，两发中一。那边日本队和关岛队比赛结束了，日本队还是大比分取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个小组呢，就是还是中国和日本，对，这个之间呢，这个竞争是会比较激烈的。没错，所以今天啊，从南篮看谁的这个防守的这个脚步能够倒得最快，然后呢，他们主要去看防的人是，哎，看这边，往里走。分外线有一个，那就可惜了。对，王哲呢也是首次登场，第一次三分。对，在这个联赛当中，王哲外线的投射呢一直是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手段。嗯，今年一度三分球投的是吓人啊，在第二阶段有的时候这个三分球涨起来43%、44%的这个稳定输出。对，所以呢这个乔帅呢也说了，就是他通过自己的联赛当中的表现呢，也是打动了国家队教练组，他也值得一个国家队的席位。嗯，刚才也是他身穿国家队球衣的第一次出手，在篮下是身高打了徐杰一个。对，俩人其实也差不了太多啊。是，差不了这个徐杰呢，就是咱这个点呢，咱没有这个身高的优势。嗯。哎，这个球陈峰给的是也太明显了，被对手判断到。因为对方他这防守呢，他就是必须得防得凶一点。嗯，他就是按部就班的防呢，他身高呢，他不够，他抢得不凶的，他一点机会也没有。没错。所以咱这个就是传球的时候啊，特别把这个球合球拿起来再传的时候，就是得小心。好几次了，被对方这个一上抢凶了以后呢，这球给荡掉了。对。就在国际赛场当中啊，这个确实会经常遇到你没见过的防守的强度和级别啊。这是一个彩线的长两分，篮板球，好球！哎嘿嘿，这俩队友抢一块去了啊，就是王一泽和杜润旺。没关系，这个就是两个人都积极，都去抢篮板球。这个呢，比这个都不抢好多了。嗯。中国男篮目标，半场一定是领先20分以上啊！纪伟替下了徐杰，徐杰其实在场上的防守端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刚上来之后呢，就制造了对手连续两次在第一节没有能够过半场的情况，这边发底线球，直接让对手切篮下。镜头甚至有点没跟上。嗯。给篮下，漂亮这个传的。啊，这个配合非常好，那个利用掩护的时机，亮出这个机会的这个时机都很好。没错，王一泽的助攻啊。有点想反跑，没有这个机会。四五之间可以换的，又到了这个十号了，开始一打一，顶着头，
嚯，这球神仙球、啊！这球没事，这球你已经防到位了。对，正面打板投进，这你确实也没有办法防得更紧了。没错，十号的比尔古恩一个右侧45的打板迎着胡金秋的三分命中。中国队叫一个暂停，目标还是刚才说的，半场要拉开到20分的优势，因为确实呢。在实力上，我们第一节比赛把这个分差拉开之后，第一节是领先8分，第二节目前是4分的优势，还可以再大。这种球，你看大邱呢，就是既保持了自己不犯规，也封到位了。对，这种球投进了也不用遗憾，就没错，也正常。正面打板的球，毕竟是篮球比赛，你不能限制对手一分不得、啊、对，而且对方就是这十号，嗯，看呢就是打来打去，最后就到这十号手里。对，就这个比尔古恩目前为止也拿到了全队最高的9分球。注意联防，二十二，还是也说了一下刚才发点头的那个漏人啊，要注意反跑。对，看到这个中队的中方教练组，郭尔强指导、刘伟指导、王建军指导呢，也都。在不断的提醒球员注意反跑啊，对，篮板球啊，各方面的都在提醒。没错。明轩，持球过半场，小九尾再还给他。啊，这球出手了、啊、自己。对，将近篮下，吴金秋啊。球。啊，对你投不进的大邱这全篮板优势能给你抢回来。对，对方呢刚才换一联防过来以后，外线的机会一挡以后已经出来了。没错，就是投手会越投越准的原因就是篮下相信自己的内线中锋能够帮你把不投进的这些投丢的这些球啊全部抢回来。对，因为你打这个就是亚洲的球队，特别是这个东亚的球队，咱们这个身高优势呢就是充分体现。没错。都是2+1打成，就是抵消了刚才对面的一打板三分。继续守全场，是吧？一对一防，清空一次，让他1打1。哎，这进攻犯规了，啊、这往回划船了。这球这裁判没吹啊。这个护球手啊，就过人之后把人往后一扒了啊。还是给投手去制造投射机会。嗯，这种机会呢都是可以投的。王尔泽呢还是要再大胆一些。篮板球。又丢篮板啊。对方呢全是远距离投篮，都是长篮板。篮板球，对。这球是投了一个2分啊。对，因为他们呢没有太多能打到内线的这个球，就是外线有机会就投了。对，所以这些长篮板呢咱还得注意。巴特马尼尔的2分投进，分差是10分了。嗯，这球是没有吹犯规。明轩是右路的突破啊，他是一左手将。嗯，又把今天表现非常出色的球员啊，这一个往回拿啊。孙永熙呢今天虽然没有在场上有这个出色的实际的表现，但是我很期待他今天啊打出上一次打蒙古的这个精气神儿。年轻球员呢刚一上来呢有些紧张呢也是正常的。对，下去调整调整再回来。对，这个就是也不要因为几分钟啊就丧失这一整场40分钟这个信心。孙永熙之后打这个日本队非常的重要，他和朱玉龙谁防得好，谁进攻状态好，谁在下场比赛就一定会获得更多的时间。今天啊，朱玉龙打的是进攻端4中4，那孙永熙目前为止还没有进攻端打开，看能不能这次换上来之后给他调一调这个今天的比赛状态。10分的分差又叫停。这一节目前为止中国队15-13，
主要是对面这一节啊投进了不少的远投啊，有打板三分，有这迎着防守的长两分啊。这蒙古队咱们就是对比去年亚运会，因为时间很近嘛，去年亚运会第一场的时候呢，我觉得这蒙古队还是有很大变化啊，你包括他这个整体的身高，我觉得比去年是高，绝对高度没有更高，但是整体身高来的这波人呢比去年会高一些。嗯，就是他没有这个，就是在几个位置，你包括他的这个可能三四五吧，这几个身高都差不多。你像这个十号是身高是198，198这个这么一个高度，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他换了这个希腊教练以后呢，我觉得他比去年打得会更硬一些。嗯，哇，这个传球把中国队的夹击破掉了。嗯，全是防守，这破的还是很快的。对，哎呦呵，可惜了，这球没拿好啊。缝隙还是稍微有点紧，嗯，缝隙得赶快调一调。右脚的发动，纪伟分，明确机会了，可惜没投进。篮板球，嗯，这球放投手投篮，篮板球又是打球篮下，再抢，再抢，再起。先犯规，嗯，啊，先犯规，大球在内线是真能抢，是啊，你就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对，所以呢你就在内线有这么大的这个篮板优势，咱们外线这些投手呢可以放得更开一点。嗯，因为呢你投不进呢，在内线有篮板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心态反而应该放得就是更平和一些，你联赛的时候正常怎么投呢还是怎么投。对，文秋目前为止拿到了四个前场篮板球，罚进之后自己的个人得分也来到两位数。就这一次中南篮的内线当中啊，就是比赛经验上文秋就是最足的那个内线了。嗯，因为大邱呢如果没记错的话，他2017年首届改成亚洲杯的时候他就参加了。嗯，这个就是这么多年的国际比赛经验了，这个从国际比赛的层面来讲肯定没问题了。对，但是往往平时啊他可能是经验相对来说少一点的那个内线，但这一次他是经验最丰富的那个。啊，阿布杜再回来看一看怎么防。嗯，对，一五换球，这不能每一个打大球都能打成啊。对，阿布杜现在给进去，我们可以吃一个啊，给跟进，这球没吹犯规吗？还是大球真能抢，跟进在内线，估计就是半场五个前场篮板球啊，劈头盖脸一顿抢。对，这抢的现在分差还是中国队稳稳的10分以上的优势。这好用啊，对吧，你投不进我给你抢回来，关键抢回来我还就给你搁进去啊，就地这分数就拿到。对，这时候换一联防，这个个人能力转身啊，这一步还踩实了。 哎这一失误不应该啊，因为他们这个就是脚底下这些小个儿啊，这几个外线小个儿他脚底下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对，给就地这个反抢，咱们做这些发球啊传球啊得注意。没错，这就是蒙古队的比赛特点啊，他们的篮球方式啊，他们其实在三人篮球上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项目啊，就是他们，咱们不是说了吗，他们如果你这个按部就班，他没有这个高度，他就得发挥这种速度啊机动性的这个优势。对，哇，两个人，哎，球直接是把球伸出了界外，那这样的话半场比赛打完39-29，中南篮是以10分的优势。嗯，这还给时间吗？看这表应该是要往，看这意思往回要调一点啊。是不是最后这个盖掉出界以后呢还有0.1秒？对，还有点时间啊，而且应该刚才是封盖以后的出界
对。就是还有最后一秒的时间。零点一秒钟，这球你只有往篮下给啊，发的其他位置没有意义。这球防的可以，没错。那这样的话，中国男篮半场比赛的优势是10分球，39-29，在主场，陕西省体育馆当中是后来居上啊，因为一开始是以打的不是特别兴奋啊，1-8落后之后完成了一个情势的扭转，而且现在主动权完全握在咱们手里。给到了一些。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由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2025年男篮亚洲杯预选赛，中国男篮对上蒙古男篮的下半场比赛，也就是由黄佳琪和胡倩指导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上半场比赛打完，中国队暂时以39-2910分的优势在主场，这场比赛是在陕西省体育馆，这样的一个优势领先对手。这场比赛呢，我们稍微有一些慢热，但是很快还是体现出来了我们的一个绝对实力上的优势。而这场比赛当中呢，看看下半场啊，老乔会不会做一些首发上的人员调整？今天确实在首发当中有一些球员的表现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是还让他们继续打，还是说今天让表现好的人就下半场调一调？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一个对于这支新的国家队呢，因为新的阵容很多年轻的球员呢，也是一个让教练去考察他们的一个机会，我们看到呢，老乔最开始用的首发阵容可能是之前到过国家队参加过比赛，而且对他的这个体系比较熟悉的球员。那我觉得其他的球员呢，通过自己的表现也都会有一些机会。你包括上半场表现很好的杨汉森，对，包括阿布沙拉木，以及从这个替补阵容，打起。上半场发挥很出色的朱俊龙，对，朱俊龙上半场呢是4中4，拿了9分。是的。上半场比赛我们也要抓开局啊，上半场的开局抓得不好，下半场呢我们已经适应一些蒙古队的这种身体对抗和拼抢球的比赛方式之后啊，我们得尽快的把这个分差再进一步的再拉大。对，而且呢，特别呢就是得注意他这个十号这个比尔古恩，对，巴特沃辛，没错。我看到有说呢，就是现在照到这位说叫这个蒙古李宏伟这么说。这个上半场确实打了几个比较神的球，我觉得是不是从形象上有一种，因为李宏伟那个扮演的演员呢，阿鲁纳，他也是蒙族。对，好的，下半场比赛开始，我对持球赵继伟、胡明轩、杜文旺、胡金秋，哎，下半场真的啊，做人员调整了。朱俊龙是在首发的外线，又是杜文旺，对，拿下下半场中国队的首个运动战进球啊。没错，这个杜文旺就得外线就得赶投，咱内线篮板球这么大优势，对，你就是得把自己外线这两次运球了。外线那三分优势发挥出来，因为在联赛当中，杜仁旺的三分是40%以上。对，拿球只要出现机会，而且又是这么高点的这个高炮台，该投就投。没错，杜仁旺的生涯6年当中，5年的三分球都是在40%以上。这个自己的绝活、看家本领就是这个。纪伟再来一个，纪伟今天还是没找到手感。就是三分球长篮板，对防呢就没到。因为你纪伟投篮了，你其他人得赶紧往回退，你不能说这刚投完篮的还得回去这个再去追去，其他人得赶紧追。胡金秋到外线，球队手交给明轩，再来一个同样位置。这球呢是面前有防守人，而且距离三分线啊还有一点的距离，而且呢已经就最后一秒了，不投也不行。对，
球被小胡盖掉，盖出来是盖给对手一个空位，正好的巴特马亚尔张手命中这颗底角的三分，误打误撞正好盖在咱们外线这个投篮的人手里去了。对，内线被给进去，两边都是手和脚不好打，篮下这球没打进，再抢好球。对，你杜兰特在篮下呢也有身高的优势，是杜兰特2.06米啊，在场上面对梦队任何一名球员都是身高上有优势的一方。咱们走，非常漂亮的摘下来之后交给了纪伟，基地漂亮，那不错，篮下终结，一个人打三个人，就是开山斧一般，就把球凿进。对，米修今天15分，而且呢，就是纪伟和胡金秋这几年配的也是比较熟练了。对，从挡拆以后下顺和传球的时机呢，是把握得很好。球断一下，这球漂亮。好球啊！纪伟这球其实是一个小防大，对，队长防下来以后一声怒吼，没错，防对面的其实是一个五号位球员了，2米的身高在他们那儿是打五号位的，对，需要这种队长的这种怒吼呢，这种去振奋全队的精神，没错，啊，去带动全队。纪伟出来接，又是跟大球正面的挡拆，还是一挡拆。再来一个，漂亮，传得不错，大球，好球，完成扣分，这第一窗口西武加球了。这是通过防守把自己的这个手脚完全是放开了啊。这现在呢，就是打着打着呢，就越打越放松了，这些动作有些动作也都做出来了。刚开始呢，有点紧张，有点这个心里面背负着一些压力，但是打着打就好了。球优势，又掉一个，又切一个，来吧，这球，漂亮的上球。轻松的上篮，杜荣旺今天得分也上双，轻易不扣。错了，咱们有身高的高度上面的这个硬实力，但是我们更希望在下半场看到咱们外线开始松弛下来。对，所以呢，在外线首先站出来的还是咱们的队长，是啊，赵继伟，没错，站出来，那么两次漂亮的传球，包括两次非常好的防守，没错啊，而且呢，就是对着咱们的替补席一顿怒吼，有的时候呢，你很多的刚进国家队的年轻队员呢，这个你一看队长啊，包括球队老队员啊。有一些表达以后呢，也能振奋他们的精神。是的，这球是把大球往外抱摔啊。对对，赶紧接一下。对，小胡接一下。这球这俩人出现这种问题不应该。应该这队里面比较熟的小胡，刚才这个去抢这球呢，还应该再硬一点。对，因为对方呢就是，都是蒙古族球员，他这个身体对抗呢是比较强硬的，你打这种比赛呢，你自己全都得绷上劲儿。对，盖一个好球，盖掉了这球，盖啊，断下来，走，现在这是5-4。和中投没有篮板，篮板球，对，有个优势啊，四五号位，这都是绝对的身高碾压。外线现在就踏踏实实投，因为在内线呢，咱又有这个第二篮筐和第三篮筐俩内线在里面，你还怕什么呀？是，你大胆做动作啊。看这边，梦队是奥尔德尼击球，还是交给十号的比尔古恩？这个传球想过，因为咱这边呢，大球换出来了。对，
啊，直接把他一个挡拆给破掉。球王高地位只能是拉胡金秋，没有别的好办法。对，对方呢就是拉拽啊，在内线这种对抗还是比较多的。对，咱们上半场说了，大秋打过这三篮球以后呢，这个对抗呢比这强多了。没错，也不怵他们这些对抗。嗯，漂亮，球传到位之后，一个金秋扣一个，旱地拔葱的单手砸扣，这样的话分差正式来到了20分，20分球了，接着逼啊，接着逼，哎呦呦呦，这是脚底下有点发软啊，哎，这球，这个球按刚才的那个判罚，那个洪明轩那个方式应该是咱们对两个裁判得商量一下这个。应该是切到了这个恩赫巴塔尔的身上啊。哎，商量完了也没改判，那咱从刚才这角度看呢，好像是最后打到了蒙古队球员的身上出去的。对，但是现在中国男篮的这个防守啊一直都是在线啊，没有任何的懈怠，挑战了啊，挑战了。现在呢，FIBA的比赛呢，同样拥有挑战。对，所以呢，这也是近两年新改的规则。有这科技啊，有不是他这个原来没这规则，主要是有这科技的同时，把这规则加上啊，让我们这比赛就显得更合理。这个，所以呢，这个是新增的规则呢，就是现在乔帅选择了挑战。对，所以你看从这角度看呢，朱云龙最后骚这一下。有可能是恩赫巴塔尔最后出的。对，因为我们刚才看的这个角度是还是比较清楚。果然啊，挑战成功。挑战，因为我们这个还是很明确的看到了刚才这个球权的归属。然后呢，乔帅挑战成功之后，把球权给到中国队。对，挑战成功。这个乔帅呢，国际名帅。丰富的经验，同时呢，跟球员呢，应该是也有一个快速的沟通啊。20分的分差，中国队还可以持续的再扩大。谁帮他接一下？已经死球了。嗯。那胡金秋出来，机会跟白球之间这球啊。吹了一个掩护的犯规，就是纪委连续的变向呢，大邱呢总是希望给他挡住以后再下水。嗯，哎，第一下呢没挡住，第二下这刚才那一下呢就是犯规了，在之前呢还有一次掩护。断球，哎，对，这个确实有犯规啊，犯规了，这个反抢的时候犯规了。咱们这段时间呢，对于他这十号防的是不错的，嗯，看到杜振旺呢，就是减少协防，对他这个点不协防，没错，不给他去减少他接球的机会，让别人去打，别人的这个能力呢，显然比他还是差了一块，没错。奥格巴特这球是对陈山鹏的犯规，然后中国队又拿上了阿古杜沙拉木，替下刚才表现也非常出色的杜润旺。对，杜润旺呢，就是第三节上来三分篮下的篮板球，包括特别是刚才对于这个十号对方十号的防守，对，这个要看一下是不是在反击当中的这个犯规，是不是要进行一个升级啊？这球其实就是为了阻止陈海峰拿球之后快速的反击啊，这球拿到了往前一冲啊，这是直接去奔着反击一打一甚至有二打一的机会。这是一次裁判员的官方回看。嗯，升级了。
判断呢，还是一次在反击当中去欠人的犯规。对，进行了一次违纪犯规的判罚。我看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啊，还有人在说今天啊，咱们队长纪伟的表现，虽然篮没开啊，但是呢，他这个场上的这个态度、带动性，这个是我们需要作为一名队长、作为一名老球员做的事情。因为投篮手感这个事情啊，包括选择这个事情，有的时候你是控制不了的，就是空位给你，你投不投？我得投。那至于有的时候手感没找到不进，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左右。但是比赛的态度、防守端的意愿，这是你要去为年轻球员、为全队做出表率的。纪伟今天做的是不错的。对，因为你这个就是场上的贡献呢。你不光是投篮这一下，不光是最后终结得分这一下，你可以干很多事儿。嗯，包括那一段时间的防守啊，带动全队传球给大邱两次传球啊，其实这些都是贡献。哦，这是两个前掩护给纪伟传来接、漂亮的传球，再往外给，稍微慢了一点。中投，今天朱玉龙效率真高啊，没丢吧？100%的命中率。对，其实刚才篮下的大邱呢。也可以攻了，对啊、也可以攻了，但大邱呢也选择相信俱乐部的队友，对，再把球传一次又断下来啊，看对差不多不着急，嗯，没有快攻呢就是压下来。蒙古队现在已经是让蒙古队得分举步维艰了，还是交给纪伟固定去发动观察，找远端再给阿布杜机会，三分线外，这个赛季不准啊，没投就给的稍微大了一点，纪伟枪口没有能够投中篮板球，你只要往内篮下抛啊，这个球权就是咱们。还有，对，3秒，3秒。但刚才那次进攻呢，咱们打的有点过于客气了，就是有一些机会呢，其实已经可以投了。对。欧阳森再次披挂登场，是咱们值得期待的，因为杨汉森第一次登场的时候呢，还是。非常的惊艳，没错。刚才在场边呢，乔帅也对胡金秋呢说：“你刚才那个球，你可以再选择出来一次。”嗯，不用一个人顶着两个人去做强行的进攻。其实还是程海鹏保持在第一线的防守，程海鹏给的这个防守强度是非常。足的，戴鹏防得不错，之后防到剩4秒钟，也去解决问题，就转身过掉，但是中国队的内线回得非常快。对，这就是从程爱鹏第一线开始防守，给的压力就很大。当对方呢就是过了前场，已经消耗了很多时间，对，而且呢他这抬不起来头啊，他这个配合就没法组织。哎呀，这球你传的角度其实并不好，你可以通过底线徐杰这个角度再传，对，做一个过渡。刚才传那球呢，确实有点想当然了。嗯。差不多，看背身观察防守，这球撤凳子了，对面徐杰往里突，好抛，没有篮板球呢，赶紧退。哎，对面这个持球发动的反击，直接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别国恩呢自己球一开始这个炸球这一下没控制好，但这个球权应该是蒙古队的，然后裁判也被挑战了，也挑战，也做挑战。这个挑战应该也有很大成功的概率啊。
场有球迷问赵睿啊，这个赛季其实赵睿加盟到新疆队也是受到了很多这个伤病的困扰。嗯，确实赵睿在过去在这个世界杯在这个场上表现，亚运会世界杯和亚运会发挥的非常的出色。没错，就是现在有伤，因为这个赛季呢因伤呢他在新疆只打了九场比赛。对，在这个就是十二月底，那么就因伤呢一直在去休养。嗯，所以现在伤也没有完全的恢复。没错。再一个，咱们这个窗口期的比赛，就是你这个阵容一场一场都可以换，你就是到时候看这个。对，他这个跨度特别长。对，咱刚才说了，今年二月，年底年底一月，一月，明年二月，三个窗口期。没错。纳森啊，这自己来了。对。拿膝盖传了个。杨汉森是这是这个他敢运。脚步，梦幻脚步啊，这时候差一点啊，脚步已经很好了，就左手控制稍微差一点。但是我觉得鼓励杨汉森这么打啊，就是你这个动作虽然没打进，但是这是一个你接下来在面对更多球队需要去做出来的事情啊。对，他呢就是慢慢悠悠打呢，而且他脚底下有脚步，他不是说你这个前面有墙我给你推倒了，他利用脚步呢就是去找这个出手空间。对，这球就是防到最后了，又防到最后了，来一帽，就是没沾框。对对，对方下了这胡乱一扔啊，好球，漂亮。这谁？崔永熙。对，崔永熙得通过这种球呢把自己的心神给定一定。嗯，这个之前上了两次呢就感觉这个跟之前国家队啊包括联赛有点不一样。嗯，这还是这个心里有点包袱啊，你打进一个球呢现在这个心里能够吃个定心丸。徐杰这边还是把时间压到最后啊，这一节最后的时间全属于中国队。对，这不着急，这打到最后了。徐杰两个掩护北京区，北京转进来。哎，这其实有犯规啊，球了。这个兰森呢，当然他还可以更好的控制球，但是这球是有犯规动作。这裁判没吹。对，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咱们就得适应啊。你现在讲归讲，解释归解释，但咱们现在准备的什么呀？周日的比赛。对，周日可是客场，没错啊，做好这方面准备。尤其是这种球，你比如说这是在第三节结束、啊。你比如说是在比赛中间，你如果这情绪产生了变化，可能接下来两三个回合都会受到影响、啊、对，所以呢就是你得去调整去适应。嗯啊，这节中国队是打出了20-7的单节13分的净胜优势。站太远了，这是第三节下半场刚上来，杜润旺的三分球。回看第三节的一些精彩的画面啊。嗯，第三节咱们打出高潮的那一段呢，就是通过纪伟那一段时间的进攻的梳理，包括防守的带动。对，那一段时间是打出了气势。然后这种下顺的给胡云秋的球，这种快攻的上球。你说今天啊，咱内线19+9啊，嗯，9中7的一个效率值，罚球线上7罚5中。也确实呢，就是这一期国家队呢，那么经验加这个比赛的能力最好的内线呢，现在就是胡云秋。没错，今天目前为止就是于家豪没有登场，其他的同男篮的球员都是悉数登场亮相。我们看一看，就是到了这个。第四节是不是李佳豪呢也能获得一些机会上来体会一下。对，李佳豪呢也是03年的球员，还是目前没到21岁。20。对，杨汉森18，崔永熙小崔呢20，就是很年轻。而且再一个就是大家还在想于家豪和杨汉森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些化学反应，这是咱们的绝对双塔内线。杨汉森能策应，
然后呢，于家豪在内线是绝对的高度，但你很难摆两个大五号位在场上，这速度就是有点慢了。对，速度慢，就是大家就在想啊，中国男篮这俩年轻人有没有机会说是在场上产生一些大家想的更完美的一些画面啊？现在蒙古队想出手其实挺困难的，因为阵容上也不可能说指着那些主力一直留在场上，他们的二阵容没有太多的得分能力。直接交球给到杨汉森，再给来一个可惜啊，今天真是外线就是没有开呀、啊、对，今天咱们外线是真的没捞啊，现在外线一共进三个，对，14中3。嗯，这边就是一打一了，再做一个接应的三分球没投进，差不多这还不多，这也不着急，对，也比较有经验，这个没有机会呢不强攻不强打，杨森好球，哎呦这犯规了，这球这是 啊这球给走步，杨汉森啊自己很想去表现，场上呢被对手其实也是轮番小个儿像这个小蜜蜂一样往杨汉森这个身上去盯了、啊、嗯，这个乔帅呢也是在提醒杨汉森呢说也可以去做一些传球，嗯啊，你过来以后呢吸引了对方的协防以后做一些传球，刚才那球吹这个走步啊确实没想到，嗯，因为冲上来好像就是奔着杨汉森去的啊，现在呢对方呢就让这个十号巴特沃辛去打五号位，是一个非常小的阵容，对，那时候对于杨汉森的防守呢也是一个挑战，而且他这个十号咱一直说就是他队里面最能打的这么个人，嗯，这边阿布杜在篮下完成了护框，看反击张世鹏，这还是身体有劲儿啊，这个球裁判员是否要回看呢？因为你如果程远鹏过去的话没有，就觉得后来还有蒙古队的防守球员，觉得就是一次普通的犯规，高调好球，球往杨森篮下两分打进，对，这徐杰呢也会传啊、给上面给这高球，这高球这大个接起来最舒服，嗯，今天啊其实从吹罚的角度上没有给中国队太多的说有利的主场的优势啊，嗯，但其实这对咱们接下来去打这个客场是一个好的提前的心理准备，对，这逼得没招的直接投一个，对，上球，因为这种咱们跟蒙古这种实力差距你没必要说这个裁判还得照顾是吧，你就正常吹，哎呦哎呦，这球神仙球啊，这个是2+1，这举火烧天要往里扣啊，这没扣进反而抛进了，关键这球我觉得起飞的距离是有点特别的远啊，从罚球线就开始往前要蹦，杨森这场比赛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了年轻的活力啊，这进了过了罚球线一步就想扣啊，有这欲望是啊，但是掉球了咱有手感也能给点进，没错，这球神球啊，嗯，杨森2+1打成啊，这个分差是直奔30分而去，对，而且呢就是乔尔杰维奇说呢就是前一段集训呢对于杨汉森这个罚球呢也有一定的调整，嗯啊，这是在这个出发西安之前呢乔尔杰维奇在采访中说的，之前呢就是杨汉森多少在罚球上面还有一点小瑕疵，刚才这罚球还不错，这球，哎呦，还是个人能力啊，这边比尔古恩强投三分，是，还是对方这个，这个就是之前网友李宏伟，哎，蒙古李宏伟再扣一个，一个这没犯规，这不给哨，说实话，这球你说能盖下来，啊、我都不敢相信他得蹦多高。杨汉森跟裁判表示说：“这球是肯定摁在小臂上了。”这咱这个，这
咱们这个中国的观众还是非常客气啊。那个主要是分差确实也大，掌声呢去鼓励了一下裁判，但是刚才这球呢，多少呢有点这个犯规。这样的话，蒙古队是两记三分，分差是追到22分球，刚才是28分。咱们来看一下，今天这杨汉森啊扣的最利索、最长士气的一球，隔扣两个人，本场比赛的最佳扣篮。对，杨汉森的抢断啊，然后呢，阿布杜再做一次传球。对，而且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时间马上就到了。对，阿布杜呢，就是最后呢还能很冷静的多做一次传球。是，这是本场比赛纪伟送出跟大邱非常漂亮的连线，这个助攻啊。带有一些杂耍的意味，一个背后一撩基地，大球接球之后完成得分。对，这球就是明显感觉纪伟呢是越打越放松了。本场比赛的最佳进球，我们导演捡的真快，对，就是刚才那个回合之前的一个进球啊，这神球啊，这垫一步进来想扣啊，那你看呢，就是其实他脱手了，最后他这个还点手指手腕点这一下，对，这个很柔和，还能给点进了，没错。咱一直说这个是模板约基奇，这个手感啊，包括传球很多都像。虽然说这个说没有一个谁成为下一个谁啊，但是呢，这个确实这手感是有点这意思。没错，就这种球一般球员进，你觉得不可思议，但是约基奇进的，你觉得多多少少还能想到啊。杨森投一个侧影。这可以投了，这球这个掩护都挡得死啊！这球是有点没做好准备，这球呢得果断投了，因为已经挡得非常扎实了。是啊，而且这种高中锋圈顶发牌的这种球呢，其实就是咱们说杨汉森未来要进军 NBA 呢，这种球可能他会在 NBA 遇到很多。对，而你咱们这个队友呢，你是得果断投。陈汉鹏投出这种球有点精准，他是其实在这个假期之前是表现极其出色的球员啊，这就还是没做好准备。今天蒙古队的得分啊也是涨得比较快的，相当于打出了一波8-0啊。内线给进去，扣一个，哎呦，这就是以柔克刚了。这球呢，杨汉森作为一个年轻球员，他还能够审时度势去做不同的选择。没错，他一看这个协防过来以后呢，我等半拍，等你飞过去我再投。对，杨汉森这个尺寸是真好。可以，篮板球。高，把这球收下来，交给徐杰。判断到了意图了，这个是空隙的可回率。就今天这个表现啊，你看又把朱云龙换上来了。我这就是还是上半场说的那句话，今天这场比赛他跟朱云龙谁打得好，下一场比赛打日本队啊，可能就直接获得时间会更多。所以小崔呢，就是一直咱们非常有这个盼头，哎，有期盼的这么一个锋线的年轻的非常好的苗子，有一定起伏，正常年轻嘛，咱们刚才介绍了二十岁，但是呢，就是需要赶紧调整，因为后面还有硬仗。对，而且他也是现在中南篮阵中啊，纵跳能力上最能扣的那个人啊。是。现在需要的是谁能外线站出来啊？把这外线三分给投进。看一下今天啊，大邱的表现，胡金秋19分9篮板2助攻9中7，罚球是7罚5中，在内线是这个翻江倒海。说实话，打这个蒙古这内线，就应该是这样的表现。对，你下一场你要是面对日本队的这个规划内线，就是尊位啊，包括你要去及时的日本队的打法。他们小后卫突破之后的分球非常多啊，
何尊永辉和傅剑永树这两个人的这个突破之后的传球，是中国男篮是急需要五号位去兼顾两手的，他不能是只补防，他还得再看一看能不能去切断一下传球路线啊。对方现在就是全拉开，都让十号来。对。被对手断球啊！他这个就地反掌呢，是蒙古一特点，这个还是得注意。好球！孙刚才补了一下呢，没让第一个点这个机会出来。嗯。高的好球，这就是杨寒森的视野，漂亮，这是不凡的啊！球领人在内线的侧仰，真漂亮。这球就是约基奇啊，约基奇能传这种球，对他能照顾到场上每一个队友的位置。没错，这球传最远端，而且球领人传到这个徐杰移动路线上，这球接的舒服，投的也漂亮。嗯。退就剩徐杰一个人了，一防三。嗯，对，这球徐杰也没招了，因为他退在第一线呢，面对对方的是中锋啊。也包括后卫线上，廖三宁很多球迷在讨论啊，廖三宁还是在三分线外的这个产量没有那么多。这个赛季虽然从命中率上是四成，但他每场比赛进的三分数量、出手比例不够多。中国男篮还是需要，像今天这个手感不好的情况之下，徐杰应该是进的，是不是第四个三分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包括你像这个廖三宁啊、麒麟啊、赵佳毅啊，因为富豪今天没打，富豪也是国家队的，算是常客了。对。但是这几位球员呢都各具特点啊，那么可能是你有伤啊，或者是麒麟是有伤啊，那么一些在阵容上的搭配和选择的原因，就既然你都已经进入到国家队视野当中了啊，我觉得这些球员的未来都是会有机会。嗯，两分啊，预备观察，哎，往里扛，转身进来，漂亮的脚步，对啊，最终这球给什么了？没事吧？没事啊，没算吗？算了，两不算。裁判继续啊。对，不是他对方那个教练啊，就一直说走步，没走步啊，这就很踩得很扎实啊。对啊。因为你看那杨汉森，你就是前面几个不吹呢，他就是打得更这个强硬，就打得更扎实。嗯，你就抓不出来毛病了。来，他们会喜欢车凳子。杨三给的漂亮，这球起。杜荣茂怎么样？今天三记三分。好球，今儿最准的杜荣茂。对，是在外线架起高炮台呀。所以你说就是这个，在联赛当中这个过硬的进攻手段呢，到国家队一样过硬。对，这就是他看家的本领。看家本领，他起家就是三分。对。但是刚才说实话，杨汉森在篮下给朱运龙那球啊，朱运龙有点没反应过来。对，其实那球接到了以后，啪一下起，你这高度，朱运龙这高度也两米前锋啊，对，高前锋，一般人也弄不了你。给进去，又给一个，对，这球你举起来。这就是说啊，杨汉森虽然是一个五号位，他是完全可以在外线去做一个灯塔式的传球手。对，就是现在你别看，就是说这个杨汉森呢。第一次登场，但是现在就是他一上来以后有这个核心的作用，对，对吧，就是有这个围绕着谁去打，没错。于家豪要登场了啊，于家豪包括这个王瑞泽，对，就是能够再度获得机会。就是杨汉森在场上，为什么我们总是拿他跟约基奇去对比，丹佛掘金是没有传统一号位的，
就是约基奇是场上那个去支配球的那个人。杨汉森在场上对于中国队的作用跟约基奇对于塞尔维亚国家队和丹佛掘金队是一模一样。我是在场上之后的这个持球发起啊，效果非常好。然后这边又抢断一个，对，不着急传出来，还有十秒时间，对，大鱼上来挡一下，好球，扣一个，好球，我搁进去了，对，咱这边两米一八的下去了，两米二一的上来。咱这个内线高度绝对没问题。嗯，最后一分钟了，现在看看这个在场的瑞泽还没得过分，看看有没有机会啊。对，俊龙啊，今天呢在场上，朱云龙其实没丢吧？对，这还没丢过篮，十一分五中五啊，五中五三个篮板，表现的还是很完美的。对，就这场比赛之后啊，会不会乔帅在下一场比赛把朱俊龙挪上首发？今天有在场上的防守端的表现，包括进了底角的三分。嗯。推进，防守线对往里掉，这高举高打，对，完全的高度优势，这就是比较好的特点，它是一个内线的强力终结者。对，因为咱这个这种比赛呢，就是你还是得多争取净胜分啊。没错，这跟这个联赛不一样，因为是这种窗口期的比赛。后面还有去打客场，还有跟别的球队之间的较量，所以不用去说这个什么客气啊，该怎么打怎么打。对，那剩零点三秒啊，这个给到梦队最后一投的时间也不够了啊，只有往篮下去抛了。好的，全场比赛结束，80-49，我们恭喜中国队赢下2025年亚洲杯预选赛的首场比赛的胜利。这是一支全新的中国男篮，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少年们，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期待和希望。我们总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负壮气，奋力自有时，一路向征程吧，少年们。我们期待在25号东京有一个捷报传来。在今天这场比赛赛后，我们也会看到有很多人去讨论中国男篮的阵容。这场比赛年轻的球员们，尤其以首秀国家队当中表现出色的杨汉森为首啊，大家在场上做出了敢打敢拼的比赛态度，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这个周日得到延续。在家乡父老面前啊，这还在这个年里吧，是正月15之前，给家乡父老在年里还带来了开心的比赛的结果啊。当然也把掌声送给蒙古队了。蒙古队呢，今天在比赛身体对抗上，比赛的意愿上还是比较的专注的啊。在今天赛前，其实他们也就说了，我们想在中国的球迷面前展现出一场激烈的比赛，他们其实在开场的态度就做出来这样的一个表率。对，我觉得就是今天呢，对于后面日本队的比赛，蒙古队还是特别是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给予中国队一些对抗。那么国家队舞台的这么一个年轻人，十八岁年纪，18岁还不到19岁，嗯，13分钟啊，19分钟13分，三个篮板，4个助攻，而且呢就是
我觉得他的最好的一点呢，就是他的比赛的气质，嗯，和他的性格。对，就是你看到他第一次登陆这个国家队的比赛，第一次站上成年人的这个国家队舞台的时候，他没有慌乱感，他的这种就是从容。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很高的天赋，没错。你包括这个萨莎，就是乔伊杰维奇的采访当中也说了。